国研侨办授权给我们多伦多华新艺术团，当时是四大海外华新艺术团之一。是去参加这次那个海外这个文化中国赛，同中这次呢，也是给当地那个国外侨办做了一次那个汇报演出吧，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他的一个下属的团体。对，我们在每年的七月不是我们有一个晚会嘛？我们的晚会的形式呢是结合那么我们家国当地的这种风土人情，色彩的多元文化要参与的更多一些，那么还要要来传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。那么在我们每年搞晚会的时候，那国侨办呢会给我们一些小小的资助。像我们这次演出呢，起到这个就反响很大的，给他们这个一个就是给咱们当地华人争了个脸，再一个就是让他们这个国外侨办一看到我们这，对我们就很有信心了。所以就是说是我们这次呢，就是获得了双丰收吧。这种感觉，咱们心情也很愉快的，演员的更高兴了。山。